01，学习是很苦，但所有的苦都是为了将来更有尊严，更加快乐的去生活。02，人生有两东西不可能失而复得，一是青春，二是健康。03，读书不是安身立命必经的路，但往往是最短的桥。04，交到好朋友的密码就是你要努力成为别人乐于结交的人。05，别让一纸文凭终结你的学习与修行。文凭只能让你赢得饭碗，但文化可以让你赢得尊敬。